来自内地的于超颖要挑战唱作俱佳的糖糖，实力相当的两人，谁的赢面比较大呢？让我慢慢忘记你，像朝露蒸发阳光底，干净净的心情从此不再被苦思念紧紧记忆，它属于生命，谁能轻易抹去，我只能全部都藏匿。欢迎张世堂带来自创曲代替，带来自创曲应战的堂堂能否靠自己的作品拿下胜利呢？接下来转音歌姬黄龄现身踢馆，枪袭星光六。这一位已经是发片歌手了，那么四班的这个康真廷康康也曾经演唱他的歌，欢迎黄龄。不在踢冠军又一位魔王驾到，谁将迎战这位可怕对手？5月14星光六总决赛，大咖学长姐来助阵，历届冠亚军以及星光人气王，你最想看到哪一位学长姐重返星光舞台呢？请赶快上网投票哦，详情请上中。这首歌是以前我暗恋的一个人，然后他突然跟我讲说他分手，然后跟我讲说他男朋友之前是怎么样对他好，然后长得很帅，然后什么之类的。但其实我听到之后，我就想说，如果我现在是他的男朋友，我好像就不会，我就不是他真的喜欢的对象，因为他其实还是活在过去的影子里面，然后可能只是他的代替品。所以我希望这首歌可以把我当初写歌的比较纯粹的心情表现出来，然后也希望观众朋友跟评审可以感受得到。怎么说他还都像你的第一，待在你身边静静听你说起，我有他的眼睛也有他的我心，我是个活生生的代替品，乍看之下我是自己很愿意，爱上了说什么也难以舍弃，我爱你的眼睛更爱你的真心，只是有时你不小心当我是他的背影，我还来不及在他之前认识你，让你多一次伤心，虽然现在还有我陪你走下去，却无法让你把他忘记，我还看不清收回那愚蠢的心，错把怜悯当爱情，
之前认识你，让你多一次伤心。虽然现在还有我陪你走下去，就算我只是被煎来，把它忘记。于超颖刚刚听完他的歌声之后，是一直这个微笑帮他拍拍手，觉得对我都被感动了。哎呦，你的自创曲哎、啊，哦，不错不错。这一站，请问一下，萧煌奇老师觉得如何？超颖唱歌整个表情是很连贯、很舒服的。那可是有一些东西，就是说你在表现一些情绪的时候，当表现太过头的时候呢，你可能会忘记拉回来。一首歌其实它有很多种表情，那我听到的是从头到尾可能是那个表情是比较一致，没有太多变化。那另外张世堂，对，张世堂这个歌好听。我以前好像来过，就这觉得今天的人真的是就是在舞台上脱胎换骨，每个人都好会唱歌，真的这个歌好棒。然后呢，我建议你到那个最后那个高音拉上去的时候，你不要让它掉下来啊！那个掉下来就是破坏那个你这个歌的这个，本来你可以满分的，那就在那个啊掉下来扣一分。就怕我只是被煎来，把它忘记。马上来看一看这组的分数，首先是于超颖的分数，请评审按灯。演唱得到的分数是16、17、18、18分。不好意思，萧煌奇老师给的是3分，所以应该是19分。恭喜，不低的成绩。接下来是张世堂的创作，请评审按灯。戴静品得到的分数是15、16、17、18、19分。今天的踢馆赛再度出现平手局面。即将进行的清唱 PK 是否会改变战局？海阔天空，再勇敢以后，要拿执着将命运的锁打破。冷漠的人，谢谢你们曾经看清我，让我不低头，更精彩的活。看未来一步步来了，掌声鼓励，谢谢。来，唐唐，你30秒 PK 准备的是彩虹。彩虹，来，请演唱。他却常出现在我心中，当我思念你的时候，总是用他的身段来吸你，他却常出现在我心中，当你思念我的时候，自己飞到，非常可爱。好，来，这一站一人只能投一票。 Roger 老师，你投给我？投给女生于超颖。于超颖一票。谢谢老师。萧煌奇老师，你投给我？投给张世堂一票。张世堂一票，1-1。 David 老师，那我当然要于小姐哈。哦，为什么当然要于小姐？那只才可以听到他们两个的哦。OK OK。